可以上去我公司訂嘅，我哋自己整嘅。恭喜譚太今天開張，是啊，這個大展紅桃，生意興隆，財源廣進，我們今天很多朋友在這裡，好，掌聲先，支持，多謝，多謝，譚太，恭喜曬，恭喜，恭喜，俾我太太，自己先好唔好啊？今日天氣天公作美啊，譚太啊，睇下好，大家知唔知今日係幾號啊？3月29日，生意九，生意長長久久啊！譚太，祝願譚太同大家嘅生意都長長久久啊！喜有喜慶或者升起嘅意思，延有延續、延續嘅意思喎、啊。多謝大家光臨，多謝大家咁支持我。尤其是商會的朋友，咁我都真係希望這個酒家咧可以做一個商會的平台，大家又可以在這裡發展大家的生意。咁當然啦，我都希望我的生意非常之好啦。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咁啊，好開心啦！因為我哋講商會咧個商業平台啦，俾大家可以互相認識啦，同埋互相可以揾到合作嘅夥伴啦，或者揾到生意噶嘛。咁我相信咧，香港唔係淨係得我哋提多商業嚟一個商會嘅，我哋當中都有好多嘅其他商會嘅朋友啊喺度嘅啊。咁我哋好開心啦，因為提多商業聯盟就已經係5年半噶啦，已經。咁我哋致力咧就成為一個咧祝福別人嘅地方嘅。有你的來臨咧，就會令到呢個地方好旺噶啦。咁我哋咧就係祝啦，阿譚太咧佢哋嘅個生意咧興隆啊，就係咧越做越旺。好啦，喺個時間咧，我哋都我哋嘅提多商業聯盟嘅會員，請你揮揮手先，睇我哋有幾多人喺度先。哇！喂，繼續揮啊，因為影緊相噶。哇！提多商業聯盟實太犀利啦，我哋繼續揮手啦，好唔好啊？好欣賞譚太，因為佢嘅堅持，所以令到我哋大家可以咧一齊嘅合作啦。咁亦都希望藉住提多嘅互獎啦，係咪啊？咁就我哋可以將來有啲機會可以一齊合作，好嘛？多謝曬。嚟到呢度咧有好多回憶，咁我諗咧依間酒樓咧一定咧嚟緊咧都會帶俾大家好多回憶嘅。咁第日咧我哋經常嚟喺度打等嘅時候咧。多啲見面嚇，好多謝大家。咁我都好多喺呢度咧，希望咧祝願咧譚太呢間嘅新開嘅酒樓喜宴酒家咧，能夠咧係生意興隆，業務咧蒸蒸日上，好唔好啊？咁都盼望大家咧能夠多啲嚟幫襯。譚太啦，又好傳統嘅生意啦，跟住咧又做呢個果汁代理啦，跟住而家咧又進軍埋呢個飲食界嘅勁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好正能量、好成功嘅故事嚟嘅喎。咁所以咧，我都祝佢咧生意興隆啊，排曬長龍啊！祝我譚太開心 ，thank you 各位。今天咧就非常之好啦，天公造美，我相信呢一樣嘢係會帶俾譚太啦，同埋喜宴酒家。未來大展宏圖嘅，先笑你嘅，多謝各位 ，thank you。未啦，呢個陽光又普照咁樣，希望咧帶俾你更加多嘅生意，同埋咧更多人認識得你依間酒樓。個名好靚，我真心好中意喜宴，將呢個喜事延續落去。咁咧，希望阿譚太咧，即係事事順利啊，同埋咧生意興隆。最緊要咧，因為佢都得意嘅，佢完全唔係做呢行嘅。但係咧，佢啲同事咧見到佢咧，好似嗰啲綿羊咁樣咧，好順服於佢個管理之下嘅。咁呢啲咧，佢天生有呢種領導才能㗎。咁希望阿譚太咧繼續努力，好嘛？咁咧今日就開呢間嘅喎。咁3個月後咧就唔好俾面我哋開多2-3間，好嘛？好嘛？再一隻掌聲俾呢個，好嘛？好，多謝。係，跟住啊，先講兩句啊。生意興隆，好生意興隆，下次雲來恭喜曬譚太。
三、二、一，恭喜陳太，恭喜陳太，下次運來生意興隆，唔該曬。好，我哋嚟一個大合照先啦，唔該。我是阿神，各位同學，你加分。